视频啊就够了。就这个兰蔻出的极光水乳，它出生的时候就告诉你啊，是给混油皮研发的，大牌背书，功效也全，专业对口。这个兰蔻极光水啊，它是水油分层的，所以我们要像这样子给它横向摇七次，然后啊再给它倒出来。哇，这个流动性很棒，抹开也很轻薄，而且啊都挂不住手臂。上脸后啊，也是感觉不到那层油脂存在的，很清爽。另外啊，极光水还有个妙用，就是准备一个化妆棉，然后给它浸湿，在 T 区角质层厚的地方进行打圈，去除多余的油脂。你看看这黄黄的油，真的好脏。这样能调节好水油平衡的同时啊，整张脸都是清清爽爽的。然后啊，就这个兰蔻极光乳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挤再多，都能一秒化水，三秒变哑光。咱们再来上脸试试哈。头发像摁脸上啊，也完全不粘脸。哦，对了，它还有五大网红提亮成分，提亮效果啊也是杠杠的。脸上容易摁上的地方啊，比如唇周，我就会多涂点这个乳液当精华用了，也润润的不干不油，这种状态啊就很舒服。所以看完还不准备在双十一大促上咬牙冲一波，姐妹，你是还想被混油皮困扰多久啊？